準備。焦点赛在六档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咁前面快啲嘅马咧，见到中间位置有跑宝贝跑啦，咁神州十号啦，再数出去金满在外边，黄三丰之子啊，咁啊内栏嗰边啊，咁啊仲有咧红衫红帽咧就梦幻十一嚟噶，尾三到啦，咁又有呢只花月佳期啊，咁啊啱啱赶过去咧，仲系只活力飞驹啊，暂时包尾魔法神采跑咗接近一半啦。前面带头嘅马见到中间神州十号红衫嗰匹数入去，有呢只跑宝背跑最入啊，梦幻十一啊，第四位外边仲有金满在，最出黄三丰之子，中间咧蓝呢个黑白斜间衫花月佳期，入边咧粉红衫活力飞驹，包尾仲系嗰只咧魔法神采都上啲啦，最后三百到啦，前面神州十号依然系占先啊，见到外边金满在追紧佢啦，再喺入边位置花月佳期上紧，中间仲有跑宝背跑，最后一百米啦，神州十号依然抛嚟咗个几身位，赢紧呢。场咧咁啊，杨志京端图锦标噶啦，第二名嘅马咧就系呢只花月佳期啊，第三就金满再，第四跑宝背跑，咁啊结果15蚊嘅大热门都真系无惊无险，摆咗喺前面走，马又唔怕雨揼，人又唔怕雨淋，咁啊结果咧摆咗喺前面抛离对手，再赢一场直路1000，杨志京端图锦标啊，赢就正路嘅，咁啊有1.5倍嘅啫，林美德发。啊！后屘搭只二号有4.6倍 Q， 因为搭一条6-7 Q 啊，结果成为3.1倍嘅大热门啊！到正路而家级数系高啲嘅，7261啦，哇！连只魔法幻影都追埋上嚟，唔系嗰只魔法神采。魔法神采啊，系呢四只嘅啫，其实都7261，好爽啊！而家喺变化地落嘅都仲系啊，咩133做？